家好，我是明雪。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公司的游戏室，还有第一次露面的八婆同事库玛。明雪要不要吃肯德基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库玛。终于时间回扣把他拖上来了。我们今天到游戏室当然是要来玩游戏啦，因为有同事呢他买了月光宝盒，然后现在就是成为公司的玩具。我们今天我们制作人就是要公器私用，让我们来编排编编玩游戏了耶、yeah! 对吗？制作人，那我们就请制作人来为我们说明一下今天的规则吧。今天嘞，你们选择可以来选，你们想要两个人 PK 还是两个人就是合作闯关。PK 的话，输的人下个月再录三级八婆哦。那如果合作闯关失败的话，这个组合下个月一样再录三级八婆哦。所以成功的话， 下个月不用拍。对啊，米血的话就没有差，就是哭嘛就可以全身而退这样。那我好，那就看你们想要当就是感情不好的。打架还是要当好姐妹合作无间？合作，只要合作，合作，好，确定，对，这么笃定，好 ，OK， 反正都没差嘛。好，那就来吧。好，第一个我们玩雪人兄弟。好，好，但你们只能投币五次，不能是、哦、不能一直无限接关。我会算哦，你们给我小心一点。好，可怕，不要威胁人。啊！我被你滚走了、欸。没有啊，你活着，你活着。你有看到吗？你的命还是两条，你活着。所以被滚走不会怎么样。对，你想，对对对，可以啦，赞啦，太好了。没事没事，活的活的。所以雪球如果推到怪的身上，它自己会对怪会死掉。我靠！我没有命了，我最后一条。啊！我靠！我害怕，我害怕，孩子乱跳，我都不能。太棒了，因为我们两个都零装备。哎，他总共有几关？可是我们还没有投币。他总共有几关？他总共有几关？啊，我死掉了。好，一次。哎呦，哎，我也死掉了。哎，哦，两。哎呦，直接死掉哎！啊，不好意思哦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复活？好啦，我们刚刚那个不能接关了，不能接关了，为什么？一个游戏挑战失败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录吗？没有，这回事。好吧。好，下一个游戏。好难哭。美少女战士。美少女战士我有点就是一直很难呢。哦，可以选了，可以选了。耶、yeah, ，那我要。好。我要火星。你干嘛打我？我会打你耶，我会打你耶，哇！哎、欸，你赶快打回来！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哦，哇，你打到我了！哎，哎，他打过来的人还会打到我，没礼貌哎、欸！哎呦，飞到一半被打，不敢走太前面，怕被打。哎呦，哎，还有限时哦，靠腰。打到我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离他太近了。哎呦，不要乱打！哎，这边 我死掉了，快点按投币。我投币了。哎呦，你也死掉了。投币一次。哎，你那个怎么按的？我不知道，发生什么事？我出大招哎、欸，哇，好帅哦！你怎么按的？我不知道。有布丁。可恶，是我布丁，这刚是应该是我杀的人是吧？他死，这是怎样？他会电人，好悲。哎，这个要怎么打呀？这要怎么办？快点按投币。我投了，我为什么换人了？哎，你到底怎么用？我不知道。你干嘛？
三次喽。这两个人为什么不会死啊？有要死掉了，掉了，赢了吗？哎，这样可以吧 ？Round one clear。有哦，有哦。哇，恭喜过关！压力好大哦。然后第三个魔鬼气球，你要选哪里？我觉得都没差。哎，我会不知道我在哪。我是啊，你是，我是蓝色的，你是蓝色的。哎，我发现躲在角落比较好打。哎，我不是打到他了吗？我是最后一条命啊。这赢了吗？赢了吗？要玩到哪？一关哎，拜托！哇！马超，我都还没有死。你不见了？我接关。投一次币。耶！他不会动了。耶！把这个打掉，这可以打掉。好，那个东西。来了。我的枪，我为什么要换掉？香蕉。这啥啊？这啥？我们两个是不是不能？我死掉了。会被打死了，不知道。第二次咯，我知道。我好雷哦。我都没看到他，好像过不了这一关。我要去站角落，我就在这儿交给你。我不是第几次呢？第三次咯。全部都是明确用掉的扩大，检讨一下。十几次的话，库玛下次就还要陪我一起录失策没关系，我就来一次而已。不要这样。如果大家喜欢库玛的话，赶快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多邀他来，快点。然后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也记得帮我们留个喜欢。然后如果你小时候也常常玩这些机台游戏的话，快看看你有没有以前你很常玩游戏出现在里面吧。还要记得帮我们订阅哦。如果你想要成为节目里面八婆的一员的话，记得看说明栏资讯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们再玩一局雪人兄弟。好啊。